冻脑花真的是要点了，好好吃啊。我很喜欢它这个鱼炸得很透。Hello， 我在正门看。等餐之前呢，我先干个甜品。这旁边是功夫茶嘛，我好久都没吃这种了。鸡蛋仔一般，但是它这个搭配不错。有一阵子多伦多很流行这种鸡蛋仔裹冰淇淋，我记得好像那阵每家都有，现在好像比较少了。我们家鸡蛋仔一般，我点的是抹茶的，没有什么抹茶味儿，但主要就是抹茶、红豆还有冰淇淋，它这个搭配很值得吃。我怕我一会儿不吃，这个就化掉了，就不能吃了。从来没喝过功夫茶，也是惯例给你们尝一个。这是他们 Top Ten 里面的一款，叫什么抹茶拿铁啊？能喝，但没有很惊艳。功夫茶有什么可喝的，可以给我推荐一锅。珍珠还不错，好吧，我先去点菜，一会儿来吃烧烤。Hello， 我的烧烤节要开始了。我点的有点多，所以稍微有一点慢。给你们看一下我的，这么多。他们家上了很多新菜。上次我来，我记得我只吃了烧烤，然后他们家现在有什么烤鱼可以吃，他们都在吃烤鱼，我还吃鱼大户，非常爱吃鱼。我前两期胡桃里也是吃的我的最爱酸菜鱼。我先来两个外腰，味儿很高。我感觉不出来我在吃腰子，很嫩，很软，味道很足，但不是重口味的不行，这可能你们就会觉得有点咸，但我吃正好。大腰子外面有一点筋，弹弹的，然后里面软软的，好吃。这是我的油包腰，哦，我的烤鱼来了，我点的烤鱼没想到这么大。油包腰好吃，好吃好吃。上次我来了，记得不是油包腰，是那种大腰子，也好吃。给你们看看我的烤鱼，看起来是不错的，鱼好大，我在等它开。我还点了小鸭胗一样的小小串。是啥？脑花。哦，哇，这个这里面是一碗脑花，这么小，超级小，是一个小盘子，一个小盅，然后它还会给一个秘制的酱，然后浇上去。重口味全部都倒进去。嗯，哇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就是香油碟倒进去。吃四川火锅喜欢吃脑花的可以点，好吃。它那个酱碟你可以不倒进去，就是在旁边站着，它就是个香油碟，有好多蒜，我很喜欢。小小一份，除了脑花什么都没有。嗯，还是蛮好的，脑花也挺够的。好吃，我烤鱼开了。这样子吧，但你们都看不到，感觉比较不好。我点的麻辣豆花烤鱼就是最辣的那款。哦，烤鱼可能是炸的，焦焦的。吃块豆腐。这豆腐要煮的久一点，要不然凉。这里面白菜不错吃。好烫。我很喜欢它这个鱼炸得很透，焦焦的，酥酥的，有加分。有的烤鱼上来那个鱼就不脆的，就不太好。前两天我看道月社，他们去那个烤鱼之都吃烤鱼，好馋啊！妈的，我今天点的那都是要用火烤的，我桌子上好多火，我的妈呀，受不了。然后入味儿入的也很够，因为它这个汤一直咕嘟咕嘟的。烤鱼里面的配菜都是配好的哦，还点了个香辣肥肠鸡。烤鱼还是酥酥的好吃，这鱼也挺大，脸都不小。这脑花真的是要点了，好好吃啊。这个肥肠鸡好吃，这个肥肠鸡有一点甜味儿，
甜香着有点辣。哇，这个肥肠鸡有惊艳到我的好吃，它有甜味儿，它里面的肥肠也是辣甜辣甜的。里面的鸡是整只鸡，这是有骨头的鸡，味道真挺好的。我喜欢有一点甜味，然后有点辣的那个菜。肥肠鸡我觉得其实不用煮太久，里面在冒烟，你们要不要看？全部都在冒烟。我觉得这种肥肠鸡啊、烤鱼啊，我们单点回家都不错的，可以自己再准备一些个小东西，就是又是一道丰富的菜。炸的真的很透，我很喜欢。烤鱼的鱼只要炸透了，真的很香。虽然是个鱼尾巴，但是都好吃。撸串出烤鱼，很好。啊，这是小小羊。我这边还有一道菜，哦，好烫，爆肚炒鱿鱼。他们家菜今天给我个特点，就是爆肚炒鱿鱼，只有爆肚和鱿鱼，其他什么都没有，比较不错。这量很大，这个里面它叫什么？像很像天津的炒鱿鱼的味道。嗯，有一个特殊的味儿。我觉得这道菜跟我的烤鱼比，真的我烤鱼味道重很多。它这个烤鱼底下的配菜只有豆腐，其他的没有什么，还有一些白菜，不过就是一条鱼的价钱吧。点烧烤的话，建议你们点他们家小小串，小小串还比较嫩。哦，烤鱼里面还有海带丝，然后里面的白菜贼好吃。他们家的菜啊都出奇的好吃，还有他们家有一个豆角，凉拌的也很好吃。这个肥肠鸡你要点的话，上来开锅一会儿，哎，这儿烧的差不多就给它关掉。我好怕弄我一身，解馋必备。哦，我吃饱了。因为我茶点的不好，让我有点郁闷，那没有好喝的。如果你们口味和我一样的话，记得要来打卡。好了，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